我这个朋友第一件事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旁边不是美女如云吗？他全部说撤撤撤撤撤，然后接着把酒店经理找过来，他说不计任何代价，把你们店里面最丑的给我安排过来。丑没有过来，对呀，那好啦，得罪啦，去哪里找？那店经理就抓，店经理就抓头啊，最丑的。对呀，他生眼睛长眉毛以来没有碰过有客人，我说不计代价，要最丑的。